天念天天做什么拢可以，只要心心相印，有穷有碎。你吃不下，至少要喝一些果汁补充体力，要不你的身体绝对不行的。多谢。那呢，我的便当。你的便当就给我吃，我就是知道这个时候拿饮料来就会用我一个便当了。陈龙，多谢你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愿意给我温暖。原来手里的东西吃就会让你温暖了，那呢爱我吃更多我都愿意，是说我也有罪恶感，因为我知道你跟我同样都是一个吃货。是啊，我是一个吃货，而且我也想到说我这个吃货竟然因为家庭的原因变得胃口都没去。我妈现在因为无罪释放已经回来找了，但不过我爸算有这样好乖，他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去责任，但不过更加怎么说，他是我的爸爸，他发生这种事情我确实也是很艰苦的。不接，我已经了解你的心情，但不过你也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自己的身体顾好，知道不？嗯，我已经走起来。副总，你的资料先去准备。陈宇杰。国胜。你是要替我准备一挂资料，足重要的，我去赶的。我甲伊讲几句话尔，你去等我一段时间。我问你，早起你给我的新产品开发目录，你奈无甲现实加密，还佫有密件副本，你奈无甲送我董事长？是嘞，我袂记哩啊。袂记哩啊。我教你几届啊，哪会可以犯上错误啊？你安尼，让公司的机密泄露出去，你知无啦？我知影，但这种代志要袂阁发生啊。国胜，这款代志嘛不是我英雄啊，而且以前因出来，即马发生足侪代志，你我当然嘛知影，因当个代志跟我嘛有关系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副总的特助，你在公司所做的一切都代表副总，你若有任何死角菜都会影响到副总，所以我麻烦你以后要较注意。兄弟，既然你知道宇杰现在是我的特助，那呢他犯的错误就应该交我来负责，若是要怪你就怪我好了。副总，你别这样，这是我的问题。你别每次都让陈龙收尾，你现在身份不一样，做事情不可以轻彩，做事情要较认真的，你听到了不？是的，这本是我的问题，多谢经理的提醒。你若无心想要上班，你可以辞职。国胜，一姐，你别在意啦。你应该知影国胜对工作的要求，伊绝对不是挑过伊要找你的麻烦的。阿哥，你千万不能失职，因为我这个副总正需要你的斗三工。
我知影，我袂遐尔简单就是一个。我知我应该安怎做，而且这份薪水对我来讲真重要诶。我无遐尔简单就拜拜。嗯，好，安尼就好。那呢，今日下班，我带你去一个能放松心情的所在，好不好？是要去倒啊？死到你就知影。这边，搁该安怎讲？你嘛是妈妈唯一的孝心，你做唔对代志，妈妈唔耐心疼。我若想到你放规碟内底，你吃苦受罪，妈妈的心都搁该那亲像倒碟挂同款。嗯，啊，你回来了、哦、啊？是啊。哎呦，听拢无讲，啊，你就走出去，啥啦啦？啊，无啦，啊，我都吼想讲安尼，啊，出去吼四界行行啊，踅踅，啊，嘛唔知那行到倒位去，啊，我看天暗嘛吼，我都快紧紧回来。哎呦你，哎呦，靠天气这么寒的哦，啊，你要出去哦，妈呀，家己穿个较少的。别去刮到，知道吗？来来来，哎呀，春梅，世面把你害到这么痛，害你的身体、心情都受到这么大的影响，你不但不怪我，还你还这么关心我，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感觉对你做鬼夹的，就是你，不知道要安怎。哎呦，妈，妈，你别再跟我讲这款话了啦。世明是世明，你是你，啊，这嘛是做唔对代志，跟你也无关系啊。哎呀，你别替伊感觉讲哦，有啥物亏欠也是歹势啦。阮无一个人会怪你啦，哈！我知，都是因为恁拢无怪我，我才会感觉足对不起你，是我家己无甲我好死教好，才会让伊来安尼辜负你，对不起你，伤害你。啊！对啦。对不起我的人也是世明啦，做这么多这么超过的事情，不过虽然说他做很多公事情，我还是感觉我很好奇的，我给你这个这么好的大家这么疼惜我，而且现在你还是把我当作女儿一样的照顾，对我来说我就已经很感恩了，你不欠我，欠我的是陈世明。啊，如果听你说起来以后你是不是不要原谅世明啊？你叫我要怎原谅伊啊？伊甲咱这个家母甲安尼，有一个杀人犯的爸爸，伊反甲雨杰伫咧外口，拢有人乞求，你敢知影？啊，搁有我，我这个做里长的，我伫咧外口甲人协调代志的时阵，你敢知影外口人安怎甲我讲？
林哥，叫我先把一个杀人犯的情人关了好，再过来跟伊协调。把阮的名字拢写了了去啊，连头路拢无得好好做。妈，我是咩拢原谅伊。那哩，我最近天气足怪，你伫个厝内底加好睏哈。一凡甲雨杰呢？明天我靠无闲啦。妈，我先出去哦，处理一寡李明福的代志。啊，天气足怪，你莫后壁走哦，哈。真好较少的，啥物代志拢莫后壁想啦，哈。多谢你。以前这间厝是遐尼啊闹热滚滚，今嘛煞变甲安尼冷冷清清，家已经无剩一个家啊！这拢是世明伊家己做得来，我是伊的妈妈。既然囡仔做唔着代志，我一个做妈妈的，嘛着爱甲伊做伙分担这个责任。只要我那离开，安尼出门，甲这两个囡仔，都袂过予人安尼叽叽嘟嘟啊。原来你遐尔心病，就是要带我来唱歌。心情郁卒的时阵，就先大声唱出来。之前阮爸和阿丽做大的时阵，我拢阿家己秘伫咧 KTV 内面唱几样的。头拄仔我替你点几首歌，咱即马来唱。我唱歌就歹听的啦。我跟你讲哦，大家若是有人找我的 KTV， 我唔是来做分母哦，就是负责食物件。你看，你点遐尔济菜着，我负责食，你负责唱啊，哈。虽然讲哦，这只狗不比我妈包的好食，嗯，不，你的 KTV 就是爱哪听别人唱歌，咱食物件才对味。哎，好啊好啊，先卖食。来 KTV 就是爱唱歌，咱先唱歌啦。来，麦克在咧。无啦，我就甲你讲啊，我袂晓唱歌啊。你听我唱歌就歹听，你唱，你家己唱。唔是啊，咱今仔日来遮是为着改变你的心情，啊唔是我，当然是你唱啊，乃是我。袂用啊，我就甲你讲吼，我袂晓唱啊，你唱就好啊。雨杰，你听我讲，今仔日遮只有咱两个人，啊，毋是要参加比赛，所以就算是你走音，我嘛袂甲你唱，你放心吧。来，感谢雪，来，我唱啊、哦，我真正要唱啊、哦，你唱。梦醒，山高。
你拄则毋是欠伊哦。你拄则讲啥，我无听着诶。哦，我是讲，你手较真好听啦。阿姑，你大声唱出来以后，是毋是有感觉你诶心情较好啊？嗯，你讲得对，多谢你甲我鼓励。我拄则感觉，我甲所有诶迄种歹诶情绪，拢唱出来啊。即摆心情哦，敢若有变较好哦。哎，有就好，有就好，有就好。我继续唱，哈。啊。爱你七里八，昨天的这种感觉已慢慢出现，因为真的有你陪在我身边。昨天的这种感觉已慢慢出现，还是会没有你，永远不会变。爱的魔力。好几天没，我你唱啊。哦，好啊。哎，继续往外下去。再见，再见啊！今后的愿望，有所以先最定向去看。爱个金茫茫，最贵。不是啦，你唱歌真好听，我听到就感动的。啊，不过我想讲你应该休困一下。你先吃物件，那水饺拢冷啊。即马我要唱给你听。玉姐。麦克口啊！玉姐，这条歌是要送给你的。我知影即阵仔你厝内发生真侪代志，互你足痛苦的，把你的笑容拢带走啊！原本的你是一个真乐观，会用予人真侪温暖，又亲像太阳同款的查某囡仔。煞毋知影伫咧生命当中会拄着暴风雨，啊！不过伊就你爱会记哩，不管天气偌哩歹，拢会变好的。就算风雨有偌大，拢会过去。不管别人做唔到啥物代志，你永远是你，是迄个单纯。善良的你，所谓幸福快乐，你都值得拥有。好，这份情。最好会记得早点休息，我的心最最只不过是一时一段小规定，我都感觉袂当搁站起，人是天的口气，感觉有啥物道理？
是我甘心放弃，甘愿独留你，我要为你我去，我就生存一口气，我嘛要勇敢去面对，我的人生点点滴滴。妈，你别烦恼啦，你的血啊拢正常。家己身体有啥物状况，我家己最清楚的啦，你嘛无需要紧张。妈，歹势啦，啊这几年哦，我拢无伫你的身躯边，所以你的状况我唔是讲真了解。要唔过你放心，即马我会留在你的身躯边，好好照顾你。李白，妈，妈，这是我炖的鸡汤，看小林。炖这鸡汤的气味，跟我炖的拢同款。但我的手艺拢是你教我的，当然嘛同款。妈，其实哦，你嘛有教过我煮鸡汤，也毋过我都唔敢煮给你吃，因为你捌跟我讲过，讲这鸡汤是优质上佳好啉的。听讲，我若煮予你吃，到时阵会害你心肝内搁较艰苦。刘烨，哎，鸡汤先去嘞。哦，好，我看我再啉。啊。尚佩，啊，你应该无闲规工足忝啊，无你先休困。叫我来头啊，元姐，我一点仔拢未忝啦。电脑是你呢，啊，你才拄出院无偌久，啊，而且从今日在工课，遐尼侪，搁遐尼辛苦，应该是你爱好好休困才对。妈，这边哦，我会好好照顾伊。啊，假使讲哪有啥物状况，我会随时跟你讲。毛毛，但你是人客呢，我哪会当将我的工课放互你做呢？尤云姐，你是千万唔通把我当作是外人嘞。虽然讲这么侪年，咱大家拢无大做伙，也唔过这边有我上较重要的亲人伫个，亲人伫底，厝就伫底。只要妈无气嫌我，我拢愿意留在妈身躯边，好好照顾伊。小妹。其实你有你的人生爱过，你无需要承担你家的责任。啊，当初时你家无予你一个冥婚，你心肝内一定感觉足受伤的。啊，不过对你来讲，你看即马，顶多是一种自由啊。以后你若拄到袂歹的查甫人，我相信阮大家拢会祝福你。尤云姐，我是完全拢无这种想法，请你莫阁提起啊。我是为你设想，但你的年岁也毋是真大，未来的路还阁真长，若会当找一个伴，迄毋是一个歹代志呢？妈，尤其是我这世人上较爱的人，我真正无其他的想法，你是毋通因为尤云姐讲的话误会我呢？啊，但恁两个个性哦，我也毋是无了解啦。我袂因为讲什么人讲什么话，都误会另外一个人。好啦，我想要一个人清静一个，你拢先去休困。
好。妈，煲鸡汤我先捧出去，啊，你想要啉，你甲我讲一下，我汤好烧。是你对我有偌深的偏见甲不满，咱拢应该想办法来和解。即马幼稚甲树仔拢无伫个啊，你着应该为一片的未来做上好的安排，安尼才对得起咱的祖先。特殊，我想要跟你约一下时间。哦，不要紧，我会当配合你。是。啊，你亲像吧，梦醒变成空。姐。一天过一天。雨姐。别再唱了啦，已经很晚了，蛋糕插到现在是梦啊，先坐一下，好，谢你哦。你较冷静点好不好？你看好好，我不是国胜，啊，我是，爸，你想做外口要有小三，你想要杀人，你想做要让咱几个家拢拢给煞去，他讲我的感情拢乌有气啊，你敢知影啊？我是我上爱的爸爸，你刚才一只就想你，爸，就是。好了，你莫遐尼艰苦，你安尼爸爸就伤心嘞。爸，我就想你，爸。嗯，妈妈会保护你。爸，盛宇姐，你做谁送上？阿狗力，你当时被我们爸，宇杰林就醉了，所以搞个动作是林老爸，伊就心情不好，传去唱歌，阿婆说你林上醉啊，歹势啊。哎，无要紧啦，把我就好啊，多谢你。哎，那宇杰。您过来啊！来，等来等。爸，爸，来来来来，来，司机司机，来来来来等来等，来等啊啊，来等哦。林博士，你奶奶讲话不听话，不是讲要做伙一起死人啊？骗我！你是把酒青梅是不是啊？什么林博士？我林哥陈一凡呢？告你个嘴！陈一凡，你敢知啊？我真正就痛苦我早就跟你讲过了，你两个无适合，你是不爱听我的。好了好了，先等先等，来，我爱你啦。来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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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来，我爱你啊。走。那你，一切都交你啊。啊，不带你啊。啊，对了，你甲林国生讲一声啦，阮爸为伊所做代志，付出代价啦，我代替阮爸该还钱也是嘞。啊，佮有啊，既然甲雨姐哦已经分手啊，你甲伊讲，请伊以后莫过来找雨姐啊，特别想着雨姐。嗯，
我甲国成讲。麻烦你。谢你哦。好。是是是，你去唱哈，啊你唱歌了真好听，啊你孙啊知影绝对袂找你啊去唱歌的啦。拄才看伊面啊青春顺的，强强马仔来去唱歌。陈一发，我来讲，我唱歌好就快点。好好好，别个怕，别个怕，听来听来听。你当我听。刚刚我的心肝疼，我是全世界上可怜的人。这有什么好可怜的啦？哎，你个少年，啊，人生这么久长着，你唔通把爱情吼看到遐尼重要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人生内底吼，佫有真侪代志，唔是干爱情尔啦。啊，不过我今麦心唔正真疼，我要看一看。我知，这啊听当然嘛是会听，也不过吼，这心内空虚吼，头脑都唔好，那时间难过吼，就无感觉。啊，是讲吼，你赶紧找一个你喜欢的人，我帮你保证，真紧就变。真正是的，当然嘛真正是的啊，骗你够钱啊，我呢，对吧？叫可心，阿妈，老早，那你是安怎啊？我透早唔甲你交代过啊，讲阿妈今日有重要代志要宣布，拖到即摆才来。歹势啦，我就是讲阿妈要宣布代志，应该是甲我无虾米关系啊。甲你每一个人拢有关系。今年。是咱一品65周年，我会伫个周年酒会正式宣布，咱下一代接班人是啥物人？妈，你意思是你要换总经理？我的意思不是干那要换啥物人来负责管理公司能量，我是要对准个。甲俊豪两个人当中，选一个来继承我所有的股权。这段时间，我会看因两人表现，甲因的成绩。看谁的成绩若好，我就予伊做我的接班人。阿妈，咱的这件代志，跟我有啥物关系啊？无同的人做接班人，你做做辅助的人。这个角色当然都无同款，要哪会跟你无关系？阿妈，你即摆身体阁这么勇健，这些决定敢会想早？是啦妈，啊你即摆哦在唐医师那边，哎身体哦调养嘛阁足好个啊，啊即摆这么健康，莫安尼胡白乱想啦。人生确实是真无常，虽然我即摆身体调养了有较好啊。阿姆哥，嘛无人当保证我会当活偌久。假使我若是无人照计划做好决定，我惊后摆为着这间公司的代志，会互恁感情拍歹。那呢，不如我就先做好决定。小妹，你认为我安尼做是对，也是唔对？妈，不管你要安怎做决定，我拢愿意接受。但不过，你一定嘛足希望我选择准好对吧？妈，讲真实的啦，
我真正唔敢唔盲讲，你会甲一品交予阮俊豪。只要你会当予阮母仔为你甲安尼付出一寡心力，我就满足啊。夏明阿姨，假使讲你心肝内真正是安尼想的，那呢你得甲阿妈讲，讲俊豪要放弃甲俊杰竞争啊。是，你要我放弃，是毋是想讲你家己会当去甲俊杰竞争啊？歹势哦，我从来拢无即款的想法。自从我来到丽家，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好报答阿妈，也佮有阮妈的温情，其他的对我来讲拢无重要。可惜，恁小妹阿姨伊安尼想，这是真正想的。我相信恁妈妈也足希望我选择俊杰，对不？妈，我确实希望你会当选俊杰，啊，不过不是因为伊是我的后生，那是因为这么多年观察下来，我感觉俊杰才是上适合带领一片的人。文姐，讲真实的啦，俊豪细汉时阵哦，迄能力确实是无才调甲俊杰比。也不过伊这几年一直拢真上进，嘛真打拼。即马俊豪能力真正是未比俊杰搁较歹。要若无当初时，你奈何伊做副总经理对吧？搁再讲啊，你家己做总经理，是毋是要予一个人升职？敢讲你毋是用伊的能力去做决定？我是要看俊杰甲俊豪有啥物才情，唔是要听恁两个伫只一句来一句去，看啥物人讲话较厉害。俊杰，你遐坐遐无半句话，这件代志甲你无关系是无？啊？你有啥物看法？阿妈，只要你做个决定，我拢无意见。不管你什么时间要来我公司来做评估都不要紧，我也是跟平常时同款，会尽心尽力，把我家己工作做好势。那呢，阿妈有一件代志问你，听你讲刘慧婷搁转来总公司，是你做决定是无？我什么都没讲。我的妈是我的意思啦。他今年的食品创意奖快要开始啊！你别记啊，去年是慧婷才当得到迄优选奖，所以我们才提早把慧婷调当来总公司到三工。好，那呢，我就将这边比赛当作是给伊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假使伊来当为咱一拼。赢这个金牌奖，那呢，伊以前的过错都拢全都算。妈，敢是真实的？当然真实。假使伊若是无法度赢到这个大奖，那呢，我就随叫伊洗头咯。你有意见吗？我无意见。我这么客气，咋礼物？阿姨，你别客气啊！我想讲哦，你甲一凡啊，平常时拢请伊来照顾阮一家伙啊，啊，别过年啊，这是阮一点仔心意啦。我是看阮爸平常时拢是买这个牌子送给郑祥伊妈妈的呢，啊，伊啉了后拢讲袂歹，会当补充营养，对身体真好。你嘛会当啉看卖，甲郑祥遐身体无爽快哦，拢补上来。多谢啦，
你送的礼物这么好，阿姨一定会领啦，哈。哎，是讲你跟慧婷吼，两个哦，我看恁两个自细汉到大汉哦，啊，就有礼貌，就体贴的，阿姨就介意恁的呢。哎呀，足可惜的，我一凡哦都无较加油的，你若是任何一个做我的媳妇，阿姨会足欢喜的。哦，阿姨。是阮两个姊妹啊，无迄个福气做你媳妇啦。哎呀，要怪哦，怪伊个啦，陈亦凡啦，阮兜一口啦，大家拢安尼哦，世界安尼啦啦嗦啦，没地听啦，啊，大家讲话哦，拢是右耳进左耳出啦，拢无可能是咩？哎，那是两早哦，恁两个凊彩爬一个转来哦，阿姨即马应该是抱孙咧做嘛，对。咦，其实哦，你莫看陈亦凡咧，大家拢伫外口走，无正经。讲真实的，伊真认真，啊，交代以后的代志，伊拢一定做甲上好，而且嘛就担心的哦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对啦，你这么早来，阿伯吃早顿哦。来，准备吃早餐。阿姨，阿姨，免啦，我吃过啊，恁吃就好啊。我该先来拜访客户，我先来啊。来哦。嗯，好好好好好，就拍拼哦。好啦，好啦。好。阿丽玲呢？营养品阿玲吗？好好，再见嘞。再见，再见。拜拜哈，拜拜拜拜。爸爸，你看看你。嗯，爸爸在。嘿，对，我是调岗哦，都无爱甲恁叫啦，看恁要困到什么时阵。啊，我唔是爬袂开啊，我是头壳真正足痛，敢那讲腿了，一直甲我讲呢。爸爸听，是安怎？这酒啉伤多，你宿醉。妈，搞个醒酒汤有无？醒酒汤哦，你是当作是韩剧有啦？无啦，好囡仔，来啉啊！来来来来，我有醒酒泉啦，要我甲你捧两个，你就醒啦，拜拜拜拜。哎呀，我不爱，我不爱啦！我真正是想要讲讲，啉完酒第二天遐尔痛苦，谁做过遐尔一人爱啉酒啦？谁叫你？未晓啉嘛，去啉遐尔济着。我甲你讲，迄时好佳哉拄到只菜市仔第一帅哥哥，辛辛苦苦甲你爱转来啊！阿老婆得更真实啊！紧的啦，小的哦，啉一挂，带着醒酒啊。嗯。早起啊，然后啉到安尼，拜托的。哎，刘大妈，阿妈人呢？啊，平常时唔就是起床啊，还是去运动？噶无可能，今日天气这么寒，对，伊就惊寒。哎，天宇姐，惊惊的哦，开始醒酒啦。去阿嬷的房间巡一下，叫伊起来吃早顿哦。嗯，好啊，好啊。进去，进去。查某囡仔敏感安尼，对不起。哎，拄只嘉文已经来过安尼。来过。系啊，你看。你也无该留落来吃嘛。讲伊袂记得。系啊，系啊。安那啦。是阿妈哪样？不是阿妈哪啦，是阿妈伊，阿妈伊哦。伊安那，你唔得讲啊你。伊敢那你卡出手啊啦？你卡出手？不可能啦！你是讲真讲假，无好笑哦。不是，我拄才入去伊房间的时阵，我看到伊行李拢装款了啊，唔知伊走去倒位啦。款了，安尼真正你卡出手？阿妈想要你卡出手啊？我靠，遐尔冷着，伊一个人安尼伫外口哦，也袂堪一啦。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哎，自从爸强乖了，阿妈心情啊，都已经唔好啦，还定在咧哭呢。其实看到阮哦，阿母才像较早安尼，安尼有讲有笑，袂输伊像骗人同款。敢是阿妈感觉伊亏欠你，才离家出走啊？哎呀！不怪伊哦，昨暗一直甲我讲，歹势歹势安尼，啊我骨白吧，我一直甲伊讲哦，恁爸爸安怎安怎无好，伊就是感觉就对不起我，会使离家出走啦。哎，这嘛要安怎？好啊，妈你先慢煮些，等下时间够早，我咱车头出个妈的，好，赶快去，出个嘛出个。行，你我等我啊。哎呀，啊来来来来来。爸爸。干嘛干嘛？干嘛？对吧？妈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先把门关起来，我有代志要跟你讲。
多谢阿妈提起火电的代志，我发现你的态度真好，袂歹。阿哥，你嘛看会出来，俊豪甲伊妈妈最近一直在巴结恁阿妈，嘛一直在找机会破坏咱甲阿妈的这个感情。偏偏恁阿妈搁要在这个时阵选择扳人，本来就对咱就不利啊。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说，假使你若在这个时阵又因为慧婷的事情跟阿妈起冲突，我烦恼到尾啊，阿妈会选择俊豪来做接班人。妈，讲真的，其实阿妈要选啥，对我来讲一点仔都无重要。你莫当会当安尼想啊，俊杰。你还知影，一片是恁爸爸甲恁阿公的心片，咱一定要好好给收掉。我嘛不是讲对俊豪有意见，只是我看会出来，你的能力一直拢比俊豪较好，所以若选你来做一片的接班人，这是对你家的事业是上正确的选择。当然啦，咱人拢是有私心的。我这世人，我拢在面对吴湘美的威胁。当初是，我刚才是天公伯啊，给我一个好事，我才不叫人赶出去。吴湘美，你破坏我的家庭，想要夺走我的一切。假使这个时阵，阿妈若阁选择俊豪来做一品的接班人，那你当初是我的牺牲，唔都拢无采工啊！妈，我知你过去。忍受了真多真多痛苦，我只嘛敢那希望，我袂让你失望。你去顾着，你为我所承受一切。公英啊，你就是一直拢无让我失望啊！我才会希望你来接一聘。所以刷下来，你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好好表现，好不好？啊？我知。妈，自细汉到大汉，你万项代志拢替我设想，我真正真正不知要哪报答你对我的恩情。啊，你是我的宝贝好心。我无替你想，我要替啥物人想咧？是吧？俊豪，你到这里放心，恁阿妈那边哦，我一定会甲伊哄大家伊欢欢喜喜。所以即马上较重要的就是你在公司一定要好好做，好好表现。安尼到时阵，恁阿妈哦，一定会把伊的股权继承给你。妈，你放心啦，阿妈即卖已经愈来愈信任我，佮加上你已经抱了你家，一定甲我斗相共。我相信真紧，你家就是咱母仔个。回头即卖唔管安怎，咱母仔一定要想办法赢过邱有英。还有李俊杰。那是无伊，嘛无今仔日的李有钱。你就是跟我结婚十五年的家后，邱有英女士。
一直在我身躯边，搞到三工，支持我，陪伴我。尤其，我家己无法度为你生一个后生，阿唔过，我把公司当作是咱的囡仔来照顾。我相信这十五年来我的打拼，并无辜负你对一片的期待。俊杰虽然不是咱亲生的，阿唔过伊非常的优秀。我相信伊若接手一片，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宋生诶，我叫黄光初立家，嘛已经十五年啊。这么侪年，我一直在等诶，就是一个机会。今嘛总算是把我等着啊。可以，等我得到你家所有一切。我绝对会把我所承受过的痛苦加倍还给你，绝对无可能对你手下留情。坐下。春梅、一凡、玉洁，阿嬷无迄个命，搁甲恁继续住落去啊！以后恁都要互相照顾，好好啊保重。阿嬷会永远照顾你。阿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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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哎呦，妈，哎哎哎，妈，阿嬷，谁给谁给谁？哎呦，妈，你安怎无？啊，你莫管我，好不好？我哪有可能无管你？你厝无看到你真正足烦恼的。妈，你不是讲你把我当作查某囝共款？那安尼你就应该带来给阮好好给你哄胎啊！你安尼一声无讲就离开，阮真正足烦恼的，你敢知影？那是我有讲什么让你不欢喜的所在，我给你回释的啦。你莫生气，莫离开，好不好？我不是生气才要走，我是因为我计想我带不落去。世明哦，做遐个代志，啊！你辜负你的感情，啊！佮害恁哦，安尼受伤害，啊！囡仔佮予人踢笑，啊！拢是我这个做妈妈袂晓教囝啦。我是因为安尼，我对恁就歹势，我实在无迄个命佮待落去啊！妈，啊！我佮世明婚姻行袂落去，迄是阮的问题，佮你无关系啊！你莫自责啊！对啊，而且爸做唔对代志，搁较安怎讲？伊就是阮的爸爸，咱的亲人。假使讲伊若是真心想要悔改，阮绝对会原谅伊的。我再讲嘛，爸人咧讲，迄是因家的代志，你莫参与就好啊。伊对阮来讲，这是上重要，知无啊？妈，我昨昏甲你讲遐话，我唔是咧怪你啦。那是我把你当作我家己的妈妈同款，伫咧讲我的心内话。对啦，世明伊是做唔对代志，啊，不过伊嘛真负责任，伊去自首啊。我袂阁怪伊啊，你看，管阮两个阿婆无缘分啦。虽然我无一个好翁婿，不过我有一个好大家，这对我来讲这是上重要的。我拜托你了，你莫生气啊！你都带来，你莫走好不好？春梅，你敢真正愿意接受我这个大家，袂阁怪我？我是要怪你啥啦？咱是母囝，母囝有啥物冤仇好怪啦？你着安心啊，带来放好轻松，好好啊，甲你友好，
阿麦哥离开好不好？哦，好啦，阿妈，你怎么来跟我做伙住啦？喂，阿妈跟你一个人诶，我忙。妈。公伟啊，我要吃啥无？做你点，今仔日全部算我的，真好。阿忠啊，啊你相亲就相亲，你找我来要创啥啦？我找你来是要替我加分的啦。加分？迄点咪人来哦，我替你讲几句好话，迄无问题啦。啊加分我都唔知要怎加呢。啊别，你啥物话都免讲，这一家就好，你是对照组，像你这款胖大叔。啊！我这款新人欧巴，人一看就知影要倾向，绝对袂选择障碍的。啊！哦，原来是安尼牺牲我哦，你心机真重啊！我要走啊！哎，公伟啊，咱自少年时代到今嘛，你拢娶无生囝，有幸福的家庭。我啊，果是罗汉卡一个，你敢想要看我孤单一世人？是无希望啦。啊！不过你爱知影呢，这吼行入去婚姻的坟墓，你死到吼一点啊自由都无呢。你敢真正要结婚？公伟啊，我知影你是为我好，也不过。你看，伊都是小兰，是毋是生得足水的，条件足好的？小如。介绍这么好的查囡仔给我，我若是无来，我惊我会后悔啊！哎，真正是美女呢！吼，我若较早少年的时阵哦，看到这种美女哦，我绝对会娶小茹啦。啊，这小茹哦，真正偏心，对你好，介绍这给你。哎，啊，你讲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无要介绍给我，哈若无，是要介绍给你哦？无啦，我就凊彩讲讲啊，你嘛知影，我这世人已经无这个机会啊啦。放心啦，兄弟，我会帮你达成你的愿望。你看，小人这么水，够啊，够不了我阿伯面，有无？有。嘿嘿嘿嘿。啊！告诉公，小人会当跟我结婚，我保证，在市场内底。我连续排十五天的流水席，还有你甲小茹的媒人礼，挂卡棒来提啦。真好哦，还有媒人礼哦。嗯，你放心啦，我较早吼咧读书的时阵哦，拍篮球哦，大家拢叫我哦是 Air Jordan 啦。啊，我哦是超级助攻王，连媒人来的时阵，我才好我甲你助攻一下。有你伫，我就放心嘛啦。来来来来来。来来来，人来呀，人来呀，人！这个小钟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邱梦钟，叫我阿钟就好啊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好做好。这我来介绍就好。哎，这就是阮家迄个春节去吹的啦。你好，来来来来，这，哦，我今嘛单身。唔捌结结婚，嘛无囡仔，这就是我的状况。哦，安尼哦，真好，真好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伊是阮市场内底吼上赞的黄金单身汉哦。迄唔啦，黄金单身汉哦，一品集团你捌听过无？有啊。伊是一品集团总经理的哥哥，我你哦嫁到赚到。哇，哪里讲起来，阿总的条件真正是足好的呢。是当然的啊，我介绍的条件一定一道的啦。那你结婚了后吼，干嘛还要大家官做伙住？没，我爸爸妈妈真早都无伫个，我一人住。啊，那你结婚了后吼，干嘛去吃头路啊？免啦，开玩笑，我邱梦中的某呢，娶回来还是要来听笑的，哪有可能叫伊去吃头路啦？小兰，只要你愿意嫁给我，无论你爱什么物件，做你开嘴，是要厝，还是要车，还是珠宝，做你讲，我全部拢答应你。兄弟水开，
水你的头啦，水恁两个，恁都不乱讲的，我吐的我。为什么乱讲？你是在讲啥？小兰是我呢。哈？啊？我知影，未来林妈，你伫考验我的抗压性对不？哎呦，真正够调皮的啦！我秋梦中不是让那件大汉的。嗯，你也看，我早就有小兰的相片啊，小兰就是伊啊。无啦，那相片内底人是我啦，啊，不过吼是三十当前的我啦。欸，人拢讲吼，阮查囝吼，含我生啊足像的哦，那是要同齐无印出来呢。欸，你看有像无？阿总啊，是安尼啦，啊，伊要嫁，啊，人伊无要嫁啦。相片甲人差遮多，啊，你诈骗集团了？哎呀，啊，这照片唔都骗子也骗了。欸，恁哪咧讲话啊？啊，上相片唔是摕家己上水的相片出来？话是安尼讲无唔对，阿哥，这两个够神。阿无你这张相片是算什么呀？有嘴讲别人，无嘴讲你家己，兄弟，拿来走。小兰啊，小兰，哎，阿忠啊，你这相片看起来，阁真正有夫妻脸嘞。阿忠啊，其实吼姐弟恋嘛袂歹啊。对啊，啊娶某大姊坐金交椅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对，我刚刚讲到一世人啊。太笑了呀，笑袂出来啊。小米布丁，哎，可心，他们用这去参加世界食品创意奖的比赛哦。安那，为什么一个？以创意的角度来看，用小米糊去做布丁是袂歹啦。啊，不过这松露敢会伤过奢华？奢华就是我这三片的特色，较亮点。我知影你真介意奢华物件，啊，不过有时阵哦，你这奢华感等等变成你这产品的招牌。你卖了阵讲你替公司提过奖，就当对我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产品，啊，你讲东讲西。哎，我不是在批评你，我是在给你建议。对哦，你的想法拢上天然，我的想法拢上假掰啦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两个这摆是在创啥？食品研发室的会议隔壁呢？你是要让来开会每一个主管都知道你两个人的冤家性啊？妈，你来要多好。头头刘慧婷讲，我的松露小美布丁不会当参加这届比赛。未当参加比赛啊？是什么理由？总经理，这届实创奖的主题是永续经营，啊，不过可惜要用的食材有松露，啊，佮有高档的蜂糖。这款奢华的食材对一般民众来讲，不是大人拢食得起，嘛不是遐尼方便就会当买得到。而且哦，这实创奖的比赛，我比赛几啊届呢，我伫拢真有研究，所以我是烦恼可心机的创意虽然是袂歹，啊，不过凭什么我一定会介意？刘慧婷，公司把你调转来，是爱你协助比赛，不是爱你主导。为着这个产品，咱公司顶顶下下已经开会几来届啊，大家决定就是安尼。啊，凭什么你一回来，就把阮的心气当在头壳打？好啦，慧婷，那呢，你敢有比这更加好的建议？嗯？我是有开始做几款产品啦，啊，不过阁无够满意。啥物物件拢无，你干那样出一支嘴批评别人？公司把你提早调动来。真正是对你太过火。好啦，慧婷，但既然即马嘛无我都提出物件，互阮大家做比较，啊无时间嘛有限，大家就暂时想办法，把这个布丁做甲上好，啊好甲袂有评审感觉讲，哇，这食材太过奢华是一个缺点，安尼就好啊。
总经理，松露甲即个主题哦，真正是有冲突的。用小米布丁去做会用的，啊，不过松露真正袂用的啦。俊杰，啊，你感觉呢？就像刘都长总经理讲的，即马时间有限，而且可先研发的产品又要根据公司部门的同意，又要决定。所以会长，为即马开始，你得做好你份内的工作。好实在哦，顺利会当去比赛，啊，其他卖想想济，卖搁做一寡无意义的代志。无意义。我甲大家同款，拢希望公司能摕到奖啊！相反，我意见就是无意义啊！我拄只意思是啊，你也好好甲可心斗相共，好个产品会当顺利比赛。我无其他意思，请你卖想想者。刘慧婷，你有听听吼？而且相公松露就袂当永续经营啊，你就应该行出无同款的路啊！评审才印象深刻啊！好啦好啦，但我知影恁两个人伫选用食材这方面有真大的差别。啊，我个人是认为讲食的物件哦，对消费者来讲，就是要有新鲜感；食材就是要有冲突、有变化。可是，针对于慧婷拄啊伊的意见，那呢，你伫这产品说明这方面，你得要想办法来说服这评审。和评审感觉你这松露食材是会当甲主题做切合诶，有了解不？好，我知影。好啦，加油，两个拢加油，吼！多谢总经理。我先来去会议室开会。啊，实创上代志，你随时注意。我是感觉哦，慧婷袂这么简单的放弃，伊应该是提出更较好的想法来说服我。好，我知。哎，俊杰，你敢有闲？我敢有当甲你讲一下话。你是想要甲我问比赛的代志是吧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要问你。拄食你是安怎会有迄款反应，还佫决定？你是反映甚物代志啊？你哪安尼问？我嘛一时讲袂出，我就是感觉你怪怪。我感觉你好亲像有代志在温暖我。我哪在温暖你啦？你是想怎啊？可能是我拄位要搞倒来，我真侪代志爱处理啊。我知影你想要伫恁阿妈面头前好好表现，所以我们才会遐尔坚持，绝对袂当用松露布丁去参加比赛。俊杰，你一定爱相信我，若是用松露布丁去比赛哦，一定无法度摕到金牌诶。唔过你嘛无其他诶替代方案来代替，敢是？刚刚在因为我徛伫你这边，要来反对可心诶提案，慧婷，你应该。袂因为你甲可心袂合，得来反对伊个听，对吧？你是谁？我是这种人。赖仔，是我刚才是怪巧怪。不要紧啦，无俊杰，下班了，咱做伙去食饭好不好？赖仔啊，因最近我妈要讲我阿妈，人无啥爽快，所以。我若是一下班，就要去等伊，袂当让伊找到着啊。哦，安尼，啊是明仔载是拜啦，咱出去看电影。我拄则毋是讲啊，我有真侪代志要处理，而且慧婷，你可能即阵爱失望啊。即阵啊，我不可能天天下班，但是先走去找你，所以希望你先了解。俊杰，地公伯啊！大概我去上山的时阵，都无拄到好的姻缘，为什么？
感觉我秋梦中这一世人注定爱孤单。阿宗啊，你莫想遐多好不？迄目的啊吼，是迄落天公伯啊，伊特别安排的啦。伊知影吼，你无适合吼结婚啦。我跟你讲啊，莫让你吼结婚了后才来后悔，安尼结婚较好啦。是哦。啊，阿宗啊，歹势啦，啊，即届拢是我唔对啦，我甲你的相亲哦，处理了无好势。拢怪我，拢怪我啦！我后盖吼，啊无后盖，无即几工啦，我才替你吼找一个足水的、足古锥的，跟我同款赞的查某，啊，佮甲你相亲一届啦，好不？好好好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无咧，我来啉酒，甲你陪醉啦，哈。好。过来哦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啊！哦，小茹啊，我唔知影你酒量这尼好呢。拜托的，我酒量本来就好个呀！坤辉啊，你是咧哭哦？迄是安怎啦？这酒龄完，就搁买一罐就好啊，透出安尼啦！我毋是毋甘酒后龄完啦，我是想到二十几年前第一届哦，甲小女啉烧酒的时阵。我敢若甲倒一杯美女啊尔，伊啉完了，规个人趴在我的身躯顶，甲我讲我趁人之危啊，爱我该负责啊。我这二十几年是不是有骗去啊？小茹啊，坤辉讲的，敢是真实嘞？啊，坤辉公公哦，啊，你哪一日说啊？哦，真奇怪，不要你不要你，哦，我那酒醉啊嘞，我搁夹袂稳，夹袂稳，啊，真恐怖，啊，手骨都烧了，啊，手痛痛，啊啊，我夹袂着，哎呦，我酒醉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，那最少几打，我猜，不会。在房间等你哦，你要进来。嗯，麦小姑，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阿娘喂，阿宗，我是不是拄到诈骗集团啊？可会？啊，我等下，我等下。阿公吼，我今日去相亲，马上讲拄到诈骗集团。啊，来，我给你。啊。林浩帮忙，你带你里面较自然的。阿弥陀佛，这只鸡顶世人一定把他的人放火，这世人才会来给你吃掉。现在走起去咧，我阿仔啊！你刚刚这样讲啊，你就是听不入去。哎，全天候遐尼最好的时间，中路就是无人伫个这個比赛用过嘛？为什么？评审无介意嘛？你搁知影？我带着这届评审都有人会介意啊。就算真正有评审会介意哦，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？李可欣哦，伊是要用松露，啊，佮有枫糖这两项物件加做伙呢，那就无特色啊嘛。而且，你敢知影？俊杰竟然跟我讲，我袂当因为讨厌可心的为反对而反对。哎，我敢是这种人啊？是啊。哎，你是不？丁静。
哎呦，我是真正做想要替公司摕到一届金牌奖呢。而且哦，李可欣的提案也真正足厉害，我一定会听的，好不？你的心情我会当理解，也不过俊杰今麦压力一直足大啊。李俊豪逐天都爱伫个公司来针对伊，啊，佮加上迄个哥哥在上阿妈反对伊家己做伙，你哦都莫佮加步啊，听恁总经理的话去做就对啊。那唔知阿仔，你一定会输的啊。我起来，你是输到这个菜市啊第一帅，你到三更啊？真是啊！兄弟，你真无够意思呢！为美国转来拢无讲一声。是的啦，不要紧，英啊，你若是愿意哦，请我食饭啉酒，我都原谅你。不过我即马工课做侪，爱无闲做晚咧。不要紧，我等等你啊。卖好啊，等我即阵啊无闲工课，无闲耍，再看卖好啊。好，无你先保养。哦，好，我知。对了，兄弟，最近领导的代志，你家己爱保重。好，我知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阿妈无介意我甲市场的人加上我。尤其是伊凡爸，又阁是害死阿哥的凶手，为着妈，我也是暂时卖去让阿妈想起好啊。阿若无事到，又阁害着妈，我感觉这可能个较早敢那无啥共款呀。有啊，我嘛感觉伊最近怪怪，我伫约伊见面，阿毋过伊拢讲足无用诶。个人你嘛无法度，这真好理解啊！俊杰压力就是受过大，而且人呢就24点钟，伊个伫个事业有表现，啊伫个厝该做一个乖巧友好的囡仔，啊即马恁呢，再个叫伊做一个随口随到，袂当有心酸难表个兄弟，敢袂当小体谅伊一下？唔是啊，我都随口随到，我只是我都理解，因为伊是男女朋友呢。迄我都讲心事，安尼做有什么意义啊？就是讲啊，我嘛是安尼认为的，两个人做伙哦，就是爱互相陪伴、互相安慰啦。我参求你啊，姊，佛系恋爱嘛，对正常想要放心嘛啦。啊，伊伫个香港出差，是毋是拢无打电话互你啊？没有。你想哪啦？面色足歹看的呢，啊，三不五时想要吐，想要吐。你是不是肠胃炎啊？不是啦，有心啊啦。哈？是讲啥？没代志啊，免烦恼。哎呦，奇怪嘞，阮三个人最近是安怎啊？是不是衰神附身？不管做什么代志都无啥顺利哦。也是恁哦，我无。虽然我今麦身体也无爽快，啊，不过我是感觉足幸福。受罪啦。都是我，像是阮妈，即嘛是目欠怪，都连我妈都差点嘛，赶快离家出走。兄弟，今日咱两个人哦，是不是都无啥好？我安尼好啊，明仔载哦，咱三个去约会好不？人总我蛮爱去啊。当然是看你一个人够给可怜啊！你吃饭？我一般拢你的。我嘛不会饭。紧退超多钱啊！大家去先避开哈。
妈，我感觉阿妈最近的想法真正改变足多。啊，原本俊杰一直拢是过新年的唯一人选，啊，不过唔知影是安怎，阿妈最近哦，煞对俊豪愈来愈偏心，害我真正哦就烦恼俊杰。妈，敢讲你拢袂烦恼阿妈甲过新年换妈啦？不管是俊杰，也是俊豪，因两个人什么人做接班人，拢是咱理解啦。阿妈会安尼安排，我想迄是因为伊想要互因两兄弟啊良性的竞争，啊有竞争才有进步啊，敢不是？啊，不过俊杰若真正输啊，是要安怎？那俊杰哦，甲俊豪上大个无同款所在就是。俊杰，不管是输还是赢，伊拢会胜不骄，败不馁，所以我们才对伊这么有信心。敢讲你无？我，妈，你是伫讲啥？我对俊杰当然蛮有信心。不管哪，我拢一定该支持。阿妈，我今日带你来家哦，是有些惊喜要给你哦。是啥物惊喜？嗯，我甲你讲，等下你就知影。李小姐你好，今日你带你妈妈来洗头保养。对啊，麻烦你替我用顶盖，请你特别为我妈准备的遐是啥物？好。可心，你阁特别准备这洗发露啊？对啊，这就是我要给你的惊喜，特别准备要给你的哦。我看嘛，你真正哦，为着无因公司又该照顾阮家囡仔甲阿妈，真正足辛苦的，所以哦，我就想要准备这上好的来给妈放轻松保养一下。有啦，你有大心嘛？哎，那是讲最近哦，天气变化足大，阿妈有较冷。哦，我这头毛哦，愈来愈歹整理啦。有当下跟我兄弟的朋友出去哦，变甲足无自信啊。妈，你免烦恼啊，即款哦，就参就是换季秋冬的时阵，皮肤干燥，咱身体哦爱抹乳液，然后呢照顾头毛也要用即款，就参就是给头皮的保养品。头皮的保养品。哎，我头一遍听到的。啊，那呢这款有啥物特别啊？这款洗发露是德国原装进口的，特别为首领女性设计，有全新升级配方，添加医美级的玻尿酸精华，可以让温和的滋润头皮，保湿锁水，舒缓干痒紧绷的头皮。而且你看，伊这包装这么水。当然上适合我高贵美丽妈妈。好，那呢，我来帮你试看麦啊。我的查某囝特别准备的物件。妈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款哦，搁有专利咖啡因复合物成分，而且洗头的时阵一定要停两分钟，会当深入头皮，强健发根。也還有天然草本成分，洗完哦，头毛看起来会真丰盈蓬松哦。真好，我有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乖查某囝，我会好好来享受一下。妈，我还有特别买几来款，咱会当回去处理用。有这个洗发露哦，你以后伫咧处理，也当轻松享受SPA级的头皮养护啊。哦，多谢你啊。连可心也开始替俊杰咧烦恼啊！那看起来，我要赶紧去找政府，讲俊杰甲慧婷的代志啊！哎，静文，哎，玉姐啊，啊，你来找春梅啊？啊，我是来找你的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。啊，即马敢有闲？有闲啊，来你坐啦，好。等一下。
小姐，好。多谢。我切一下卤菜给你吃。没，无用啊，真是。好，阿姐。一定啦。多谢。哎，阿你来找我，是啥物代志啊？阿东，吴小美啊，吴小美伊搬倒去你家住啊？伊要搬去倒一住哦，迄是伊的自由啦。你无需要专工来跟我讲这个代志。我知影恁两个人即马完全拢无任何的关系啊，啊，不过伊的行为。也是对我造成真大压力，再加上小阿死啊，我甲春梅的友情，即马变成阮大家的一个禁忌。强英，你甲我讲这要创啊？你来找我吼，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假使我若唔免顾虑别人，我干那顾我家己，那呢我的生活会当足单纯的。啊，不过我是俊杰的妈妈。当俊杰出世汉叫你家的人，当作是接班人在栽培。即摆阮大家要选出一品的接班人。卡出在这个时阵，算起来做出让你阿妈无欢喜的代志，那呢一定影响到伊未来的前途。原来是这件代志啊！你来的目的哦，跟恁大家顶个来是同款的。啊，不过伊是用武将的方式，伊用钱哦叫慧婷甲俊杰分手啦。啊，你呢？你是用苛刻拜托的方式，叫伊两个人分开。静华，假使你若好好啊，甲慧婷苛刻，爱伊离开俊杰，我相信伊一定听你的话，对无？就是因为慧婷哦，是这么友好、这么听话查某囡仔，所以更加尊重伊，让伊家己来做决定，敢毋是？阿母静华，你敢知影？慧婷。若跟一般的人交往，伊一定会足幸福、足快乐的。但是俊杰无同款，伊的负担、伊的压力拢足大的。因两个人若继续行落去，有真侪时阵是爱牺牲慧婷的。敢讲你希望你的查某囝因为一段感情，就伤到遐尼啊彻底，就牺牲遐尼啊大？有呀。我少年时阵无好啦，啊做唔着代志哦，去用乖。出来了后才发现啦，我家己爱的人，竟然走去做人的细姨。啊，迄个时阵我才知影，伫这个社会哦，都算你真心对待人，人嘛是可能哦，甲你反背啦。啊，甚至哦，足侪人是有偏见的，都参照你大家，都是这款的人。伊认为哦。阮慧婷根本配不起林俊杰。静华，你莫误会，我绝对无看不起慧婷。我只是要让你知影，卡水两个人继续行落去，慧婷一定会变甲足无快乐的，你知无？啊，就算是安尼，咱更加尊重囡仔的选择啊。我是无读过什么册啊，嘛无赚什么钱啊。啊，不过我感觉骄傲的是，我甲阮两个查某囝教了袂歹，我叫伊一定哦。爱坚强，爱独立，做人吼头爱担下去啦。做代志爱对得起家己良心，上重要是绝对袂当失去家己啦。那安尼，我甲你讲，卡叔，伊有一天嫁入来你家，我甲你保证，伊绝对会失去家己，就亲像我同款。慧婷哦，甲你无共，是倒位无共。我甲慧婷同款，阮拢无啥物背景，
阮拢同款无爸无母。祖宗，我叫有幼稚了，我一世人拢在替你家做牛做马，我都是毋捌做过我家己。我只是无希望慧婷甲我行同款的路，政府。娇娇，这个也是别个讲啊，除非是俊杰伊家己吼，讲要甲慧婷分手，啊若无，阿英分手是无可能。你的意思是爱我去逼俊杰离开慧婷是？对。是爱你家己吼，无伊甲俊杰讲，爱伊甲慧婷分手啊。因为你讲袂出嘴，你想要伫俊杰面头前吼做好人，所以哦，你就走来找我，爱做歹人。你安尼做，敢会伤过自私啊？是嘞，姐夫。你别搞我，是嘞啊！别当你亏啊！这厉害，你还认真啊？就没关系。那是我认真时阵哦，都无法过啊。看风吹，自由自在，伫天顶飞哦。那快乐的模样，真正让人足心酸的。那是因为有人啊，心口甲双扭掉的，在风吹哦，你才能飞上天，才觉得快乐。这山丘人同款啊。有人伫你背后支持这一切，你才有法度无烦无乱的活咧。你是讲啥？我讲啥啦？宝莉。啊。你细汉时阵，敢是放风吹滚滚，啊，今麦哪放袂起来？哎，细汉时阵甲今麦哪有相共啦？我是对伊无共款。我将军吗？喂。细汉时阵哦，我定想讲，若是长大汉，会是偌好个代志。啊，想要到大汉了，还是感觉还是细汉上好。是豆腐陈一凡。莫去讲啊！我求恁大家哦，来放风吹，就是想要改变咱的心情。你看伊多愁善感哦，伊用着我呢。安尼小等下，我披萨拿来，我全部食了了，安尼是要安怎？是安怎披萨？哇！今仔收到就收到的呢。放风筝加野餐的餐具哦，咱细汉时阵赶快。嗯，太爽了啦！今天有些砖头的儿时回忆，嗯，那是你的儿时回忆，我的儿时回忆，你都是吃水饺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看你吃披萨的时阵啊，我都唔敢过提。你写干啥？惊你啊！我你是袂记啊？你虽然是写白白呢，啊唔对，你怎语文是写白白？那你为什么时阵开始唔惊我啊？高中的时阵吧，那个时阵啊，我就发现。发现啥？发现啊，我比你更卡咯，我咧惊你啦。
无聊。今是假日呢，看唔当等上班时阵才去处理。好啦，等我一下，我两妹在公司。公司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有什么代志？有李可欣啊，跳过伊啦，叫我今麦等伊加班。你有放假权利咧，卖插伊啦。卖插伊啦。没个啦，我全部简单叫调动来总公司呢，我无想要去给伊有理由，找我的麻烦。啊，大家继续吃哈。我先等下公司啊，拜拜。喂，小，饮料，你的饮料，卡西利亚，你的饮料，你的饮料，你的饮料，好啊啦，饮茶啦。规工黏黏黏，做什么拢可以，只要心心相印。有情有水。